那彭夏大哥也是那一年被开除党籍，是，所以你没拿到你这个。他曾经有国民党党籍，然后2000年被开除的嘛，1999年被开除的。这个中秋节嘛，总要讲月亮嘛。当国民党在兴旺的时候啊，蒋经国时代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是呢，自从蒋经国死了以后啊，国民党就家里面没有大人了，那开始月有阴晴圆缺啊，此事古难全。所以说这个就像贾谊在他写的《过秦论》里面最后那句话一样，亡秦者秦也，亡国民党者国民党也，亡宋者宋楚瑜也。等等，你上次说你16岁加入国民党，那时候未成年，念高中嘛，教官来找你加入，后来你有念军校的背景吗？ 对啊，我就是后来你是从军念了军校吗？对，就是退出联合国第二年，退出联合国年底嘛，第二年我就考军校进入政战学校。哦，所以才会做政战的工作嘛。对，然后坦白讲了，我在部队里面只不干了不到3年，跟狱官差不多了，对不对？但是说起来，我就是因为说这个我文笔还不错嘛，对不对？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我上位就进到这个国防部。那时候国防部，那时候总战部的主任叫王生，现在他们大概不知道王生的故事。以前王生是真是啊，红透半边天呐、啊，对不对？哎，那我们佩芬姐就知道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跟着王生了，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而且我还进入了刘少康办公室，那个真的是核心中的核心了、啊，就那个啊，那么。我跟你讲，你们今天讲了一堆人哦。如果20多岁、30多岁看节目，都觉得你们讲一堆死人故事。所以说，所以你是陈立官下了，陈立官在讲我们什么老司机？打不出来。说不好听点，我们是从古墓里面被拖出来的历史人物、啊连王生的有没有？对，王生都出来了。为什么？小胖办公室是真的很少人知道。对，这一集要配 Google。我告诉你，小朋友只知道赵少康。对。知道你刘少康对，那个时候的刘少康办公室，那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真的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他当组长，打一个电话，部长就乖乖来听训、okay. 啊。所以那你看，本来这样子，王生顶天了、啊，我是上位就跟到他了，应该是很好吧？没想到遇到宫廷政变，刘少康办公室解散，为什么呢？因为刘少康办公室当时这个。把张孝炎拉到刘少康办公室，当做这个海外组的一个秘书，但是真正的第一长子是谁？第一长子叫蒋孝武嘛，对不对？蒋孝武，他说他不要啊，然后他派个人啊，然后但这个人呢，在韩国、啊、一直回不来，所以说蒋孝武就嫌恨在心想说刘少康办公室。就是王生要夺嫡的总部、okay. 所以蒋孝武拉了郝柏村啊，好好好啊这个、欸、你这样讲到2000年还要很久、欸、对不对因为讲这一段讲不到对讲不到啊为什么我说国民党自己把自己给忘了从那时候开始啊真的是好然后就开始啊分了嘛，后来就啊就完蛋了，韩国不是这个郝柏村就上台了嘛，对不对？王生下来了，郝柏村就顶天的啦，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个蒋经国死了以后，国民党会有主流非主流之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另外一个贵人就是许立农啊，他是我在政战学校的校长，他对我非常的器重，我是因为他的关系被。这个就军职外调到国民党中央去，结果没想到了国民党中央不久，就遇到主流非主流之争。哦，那个时候的主流就是李登辉嘛。那时候我是跟着谁？郑新雄。郑新雄呢，他是主流的啊。这个他跟
这个关中啊，啊，这个宋楚瑜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官二代嘛，对不对？郑介雄的儿子，郑介明的儿子啊，最早的国安局第一任局长，所以说他本身条件也非常好，啊，各方面都很好，对不对？那么好了。所以我跟着他当然是从后台来看，所以你们刚才讲的那些前台故事，坦白讲我们那时候是在后台，前面叫演戏，后面才是真正写剧本的啊，都在后面嘛。所以我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天哪 啊当时包括 AIT 在内，包括 CIA 在内，都很担心台湾会发生政变。哦，你看看啊，郝柏村啊，当时军方所有军系人马，郝柏村的人，师长以上都是郝柏村派的。对，许立农，政战系统、okay、都是他，我们叫许老爹。嗯啊，蒋纬国，嗯啊，国安会的秘书长啊，蒋家的背景，林洋港、嗯，台湾省的这个主席，嗯，对不对？你看这几个加起来，嗯，是不是超完美政变组合？对，所以后来丁大卫亲自出面找郝柏村、嗯、挑明了跟他讲，如果你轻举妄动的话，美国绝对不会接受，不会支持。嗯，这个所以但是因为主流非主流分野在哪里，就是总统直选。嗯，而且总统直选的那一幕在什么时候，正好我刚到国民党不久，我连哪个工作会哪个都搞不大清楚。李登辉想说要改革国民党，所以做了要郑英雄做一个国民党的革新案。然后呢，郑英雄找我啊，因为这个他们看我一个退伍的中校这么年轻啊，很罕见嘛，对不对？然后看我以前的资历，认为我文笔很好，应该可以。所以他找我的意思为什么？就是我对国民党不熟，嗯，所以不熟的人你从外部能够超然的来写，就我就写了，写了以后，然后那一天正好跟郑新雄就到总统府，就到总统办公室旁边的小会议室去简报。简报的同时，除了党务革新，还有这个就是国事会议的几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总统选举制。嗯嗯嗯。那个时候，蒋彦士负责把国民党方案跟李总统报告。嗯，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这个经验，就是间接选举，嗯，比较容易保持的这个容易掌握掌政权啊、嗯。那么如果直接选举的话，那就状况很意外，因为有很多直接选举的县市长都被民进党拿去了嘛。所以说这个，但是呢，李登辉就不回应，嗯，没有讲。然后这个那个时候蒋彦士啊，许立德、宋楚瑜都附和啊，说明怎么样，李登辉不回应，他突然间跳了，他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的力量就在那个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那些年轻人身上。听了他一头雾水。后来宋楚瑜会后跟我讲说，哎，李宗怎么这样讲啊，说实在我是听出来的。他的意思要总统直选，对，如果直选的话，他不需要求爷爷告奶奶去看这些老国代脸色，来看这些万省的政团的脸色啊。说实在，而且那个时候中正纪念堂里头就一堆野百合的学术世代嘛，哎，那个时候你知道，你郝柏村虽然你贵为上将啊，贵为国防部长，你怎么能够啊对李登辉如此无礼？许立农每次来中央党部开会，拍桌子跟宋楚瑜对骂、你看我那个处境多尴尬、但是我都还送他上车，为什么？老校长对我非常好，真的。所以这个，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我要站在真的台湾的立场。我说实在，我深受李登辉的影响。你别看李登辉啊，李登辉啊，你私下听他讲话，非常有内涵。这个真的是我深受他影响，所以我觉得说你们这样不对嘛，对不对？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我认为，你看，所以说现在选总统的，你就是台独，因为当初啊，非主流就认为说总统直选的话，选出来的总统就是台湾总统，不是中华民国总统，
OK， 这就是国民党分裂的根源。根源在哪里？这里面包含了统独问题，包含了深刻的省级问题。老一辈的国民党都没办法接受。而且我觉得那个深刻的省级问题哦，在党国高层很严重。对，就是李登辉的公公婆婆全都是这一批外省权贵。这个就是埋下了国民党内的这种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到今天都还有。对。那个深蓝的韩粉，事实上他们比较认同韩国瑜，他们现在可能一部分移转到郭台铭，对，他们事实上仍然是这一块选票还是外省者，对对，所以很明显他有一个很大比重仍然是，对，所以侯友宜没有票就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侯友宜的没有票是回到他刚刚讲的没有内容。罗斯福有一个老的，有一个小的，要搞清楚，有两个，没有，而且他的籍贯也是问题。然后呢，这个中共那时候就开始就造谣嘛，就是李登辉他就是台独，就是搞台独啊，动省就是要搞台独啊，然后这个总统直选就是台独，然后外省的这些集团附和，从那个时候开始，国民党的一些这个外省集团就跟中共就开始唱和起来。那么说实在包括你的校长啊，包括你的对啊，对，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实质分裂很明显啊，然后老一辈实质分裂到第二代实质分裂啊，然后那个部分也有新党的出走，也是这一批的政治能量在分裂啊。所以政战学校校友会总会长啊，我就不指他名字了啊，他公开的讲啊，黄埔叛将。啊，于北辰，政战叛徒黄鹏孝，真的、哦，坦白讲，我真的是站在私人感情，我对徐老爹，徐老爹对我，真的我非常的感念他，对不对？但是真的站在国家立场，我不能够跟着他做错事情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你看，我都有面临这样的冲击，国民党当然更那个，不过呢。这里面我会看到宋楚瑜，从宋楚瑜的身上，我看到了王生的影子。为什么？为什么？全倾一时。哦，好好。全倾一时，因为刚才讲朱中科原来是他的文胆，后来朱中科做官去了，啊，接手的就是我。真的、哦，你帮老宋写过稿子哦。有有这个，因为这个文胆、啊、必须要，哎，必须要。他是前辈，我很后面。你不能够，我很后面。你要低调，我小他你不能让人家知道啊！明明这个是你写的啊，你也啊装了一副好像你很陌生的样子，对不对？我这一直帮他写，他都很满意。对，包括他去接省主席的时候啊，向省议会的报告什么，后来好。当选省长以后，当选省长的那个演说，我帮他写。以我的阅历，以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认为说他那个时候一定是啊被人家嫉妒的要死，所以那个时候他应该要低调，应该要谦冲为怀啊，唯恐这个会那个，对不对？所以我一开始我就引了。连横的婆娑之洋美丽之岛啊，因为台湾之所以有省就是婆娑之洋美丽之岛，为什么引这个连横的这个台湾史给来写给连战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嫉妒我啊，我还是对不对那个，但是呢我第一次被宋楚瑜打枪，他说你写的气势太弱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不好讲什么了，因为我想说，你没有体会到，老子有句话讲，飙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意思就是说你在政坛上飙起太快了，不会长久，所以说啊。你不要，然后《易经》里面有一卦啊，叫做乾卦，乾卦里面有一个叫亢龙有悔，就是当你这个龙飞在天的时候，上九，你就会开始后悔啦，干后悔的事了，就像王生当年了、啊，王生当年真的全起一词啊，谁想到他会最后会这么的落魄啊？
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说，我好不容易啊扒上这个大腿了，嗯，结果会是这样子。哎，那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国民党的政治领袖一代不如一代。对啊，我做梦也没想到国民党会丢掉政权嘛，对不对？两千年丢掉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政治人物一代不如一代，真的，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那时候到国民党的时候，国民党那时候最声势最强的时候，一时的俊杰都在里面了。对，你看啊，马英九。这个宋楚瑜、关中啊，郑兴雄，真的到现在，你国民党找不到这样的人，都是好一级人物，但是呢，最后的结果丢掉政权。那么说到宋楚瑜，坦白讲，你我当一个人的文胆，你必须要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你不再是你，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要一方面也经常会有跟他私下。这个交换意见的时候嘛，对不对？啊，那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到他家吃饭，这个，然后这个，所以很多状况，我也不好说什么。为什么宋楚瑜新票会出这么多问题？问题就在于他选省长的时候，有很多斗内，以前没有政治这个现金党，这些斗内他也不愿意公开。我相信这些斗内一定是。这个有十亿以上吧，对，所以他在美国有房子，我一点不感到意外，对不对？只是他求全得毁，我一直跟他讲，打仗没有不受伤的，如果你左脸右脸受伤，你还有左艳荣啊，以前有个歌星叫左艳荣，你不要老是记得你受伤的右脸，你应该多露出你的左艳荣。结果他后来到哪去演讲，他都讲到新标案，他都讲他怎么被冤枉，他怎么样子打他。为什么你不讲愿景呢？对不对？人家期待你是一个救世主，而不是一个政治怨妇。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官，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官说说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